日本地震牵动万人心，明星王宗饶透露，之前曾经在日本工作过，暂时联络不到那边的朋友，希望他们平安无事。希望即系当然啦，喺当地嘅人可以安全，同埋尽快有啲生还者啊，有啲遇难者可以尽快救出嚟咁样。我希望大家可以努力啦，加油啦，同埋我觉得全世界嘅人都应该系互相去支援同埋去帮助。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，日本人表现出处变不乱的国民素质。房宗饶表示赞赏：佢哋嗰个民族精神好好啦，佢哋嘅教养修养都非常之好，有礼貌。日本人同埋佢哋嗰个对于大家嗰、那个无论人哋国家或者世界嘅其他地方有事嘅，佢哋都好愿意伸出援手。另外，在星期天举行的金像奖全民票选活动中，房宗饶在获封男神。刘心悠火风电影女神，张家辉和杨千嬅成为影帝影后。办纪元记者王文君、梁真，香港报道。